妇女朋友做伙跳着迎宾舞，为将要在7号甲8号举办的头一届全国泰雅族联合运动大会来做预演。希望活动迄一天顺利演出。这一届运动会在中央的推动之下，佮加上地方的支持，经过3年筹备，总算是定案来举行。原住民自治区的推动啊，中央也想要来举办。那我们泰雅族算是我们整个这个原住民族群里面的第二大族，所以啊，我们也借由这个机会，能展现出我们自己的团结，展现出我们的文化。还是我们新北市乌来区区公所。泰雅族为南投县起，分布在北台湾总共9乡镇，也是目前14个原住民族内底第二大族群，总人数就89万人。不过因分布真快，大家平常时啊真少机会斗阵，拄啊好透过运动会互相联谊，增加感情。包含了我们仁爱乡、和平区，还有我们的泰安乡，以及啊尖石乡、五峰乡、复兴乡，以及啊乌来区。另外最北端的就是我们的南澳大同乡，所有的泰雅族啊都共襄盛举。今天我们传递圣火呢，有老中青三位。为了表达传承的意义，本次运动会盛会就由老中青三代来负责，而且在7号早起，乡队长朱浩就率领族人前往泰雅族的发源地瑞岩部落，举办传统仪式祭拜祖灵，同时将盛会点火到。我们到我们的圣石，我们的发源地去做一个朝拜我们祖先的一个祭典活动，然后啊，有9个乡区长带着地方的祈祷，我们在沿路啊回来以后，在这里点燃圣火。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，我们全部的泰雅族聚在一起，我们觉得很荣幸。这个兄弟大汉从来唔捌参加过属于家己族群的运动会，和每一个人拢相当期待。除了运动的项目，也过传统技艺竞赛以及晚会庆祝，热闹又够好耍。主办单位也欢迎无同族群的民众做伙来到热闹。记者家己采访报道。